这现象呀，绝对半年也死不等。真啊，看起来阁袂歹咧。啊，人讲这个歹歹翁哦是食袂空啦。啊，是讲哦，你若敢踮咧外口甲乌白咧，明早嘛着你死到足快活。我在边忙啦。啊，忙着啥？对啊。我不是。啊，唔捌被忙过这么水的梦，唔知下一秒干过来吧。等遐久，咱拢还袂来啦！我都讲要来呢。嘿，嘿，啊！遐台湾人有够无聊，拢开面子。烟枪弹发路啦，唔知开明白无？你甲看下，看几条。我有代志要甲你讲，唔知你有闲无？闲闲闲闲。咱来遐坐吧。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七卡底上，没来我讲，七列面啦，啊，有影，啊，潘石潘石，啊，好，你搞好不？哎，啊，你敢是有代志要甲我讲？日出日落，花开花谢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实在是变化无常。我是讲，春花望路啦，春花望路。你讲了无唔对，人生好亲像是落水共款，
日头若是出来，露水就慢慢消失了。嘿啦，我站的眠梦哦，眠梦起二三十年前的代志，啊，到你甲我。二三十年前的代志，我拢袂记啊。常常眠梦，啊，不过拢是恶梦。啊，恶梦？嘿嘿，无紧啊，我会给你报好。我得等你甲头三工，你做阮家爸爸好不好？啊！不过我惊阮某歹甲离婚啊！阮囝已经17岁了，啊！而且伊个话嘛无偌久。啊！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就知吼，世界上哦，你对我上好尔啦，我上好嘿，啊，真有人情味的。哎呀，林前辈，你安尼看起来花头喜面的，林某够有心啊吼。对，我，嘿，他老够有心。哎，再来，哎，再来，再来，蛮酷的。哈，你啊，现兴奋无？你啊，警察局抓你，阮兜。哎，你啊，讲安尼啦，咱咱这也无歹人啊。对对。无恁讲啦，我先来走哦。好，来去，来去。啊，再来行去啦。哎哎，你要去送礼哦？哎呀，无啦。我有大条代志要找你讲一下，等我转来咧。袂用个等的啦，对啦，房间小少，房间小少，房间要来，行啦行啦，快啦，啊，较紧来啦，拜。你是什么什么大胆，永远得个屁事密谈呢？再来哦，我你要做老爸啦，容易哦，你莫好啊。不是啦，我再来做老爸，我即摆是讲，我又搁要搁做老爸，要不嘛唔对，但是要安怎讲啦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啊对啦，咱读高中个时阵哦，有一个同学都讲完，你知？我会记啊，伊一个小妹伫读初中，生得真水无？啊，王慧芳嘛。对，长头伫咧讲，我才想着讲这王慧芳，伊有你个囡仔，有啦，但伊囝17岁啊。哦，恁两个交往10几年，我都唔知伊点点才3公分哩。无啦，迄是伊囝跟我无关系，而且伊囝即摆吼着了感情，佫活无偌久啦。哪样呢？唉，现在吼18年前阿芳去日本，啊去熟识了为台湾去一个查甫囡仔。啊，就咱两个同居啦，无偌久就有心啊。一有心了后，才知影讲这查甫囡仔有某。啊，两个就来分开啦。啊，分开无偌久吼，阿芳就把这个囡仔生落来。嗯。啊，伊就骗因囝讲吼，有一摆大地震啦，甲因老爸就来失散去。3年前转来台湾，啊，1年前哦，才知影这个囡仔得了肺癌。这个囡仔吼，祝希望讲吼，伫个伊要死之前哦，赶紧哦，甲因这个亲生的老爸见一下面嘞。安我猜啦，伊可能要拜托你介绍伊囡仔老爸。对啦。诶，佳啦，你较适合吧？你笑什么？是我较适合。诶，人是找你斗三工呢，佫是你初恋的爱人。什么初恋的爱人？迄边安尼讲，应该讲我都初恋、单恋的爱人。单恋。嘿啦。哎呦，无你甲透底讲啥物，也啥物偌好咧？伊带你去因家，两个去后壁，啥物甘蔗园啊，会种啦。你做创啥？我是去阿甘蔗头尔得哩啊！你人就是安尼，啊只分家规，啊吼啊惊做新皮安尼，啊吼大家安无啥啥安尼当作作用安尼。我招来卖都爱甲假啦，即摆我是要安怎较好啦？简单咯，看你卖唔尔。这就是唔是卖啊？唔是简单，无简单，这唔是好像你简单讲一句话就讲会了。我若无甲斗三工，我不忍心，我若要甲斗三工。哎呦，惊阮迄个知影啦！啊，你这代志不要甲春娇讲了对。哎呦，我唔知，啊，拢嘛，哎呦，拢嘛，长啊，长恁透抽的啦。哦，啊，你即马找我是叫我来斗三工了对。有够巧的。
我跟你讲啦，若讲斗三工哦，是好代志啦。我若知讲你唔是有啥物企图无？无，我酒醉好不好？你酒醉敢那放屁？唔安那讲遐歹听。好，我再跟你看你烟尘兄吼，即摆是有情有义，还是见色忘义？这是忘哪兼西裤，一兼两裤。我你的头啦！哎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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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安尼烟枪变唔着，大小便失禁。哎呀，啊，我房间臭毛毛，阿你来。哼，嘿毛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。先就这个讲啊！好好，无你，你先，你先，无啦，你先啦，你先啦，哎，你的好舌头啦，好啦。快点看卖咧！怎么看呢？哇，这个穿的呢？鞋啊，莫等掉，加包起。无啦，鞋啊吼，较便宜，赶快入库了。无啦，炸到啊！啊！
哦，亚珍，我去叫伊哈。哎哎，不，现在，伊叫啥名？伊叫莲花，你叫做赵文华，爱记得哦。哦。这世人哦，唔知我当阿带这款钱。莲花，伊就是恁爸爸啦。做嘞，大家拢肯加做啊！我愈做愈大，愈做愈大，但是我伫咧做生意的中吼，吼、哦，嘛是安尼，较想，就是想着恁母仔囝，你着知影我安尼一个人吼，伫咧奋斗。哎呦，唔知会受打袂？那是地震要创啥啦？我耽误你做生意，我出歹势啦。哎呀，风嘛，等咱两个什么交情，你提钱给我，你等于在侮辱我嘛，对不？收钱收钱。来，你我上等好无？好啊好啊，面子。啊！你干这粗鲁呢？用刷袂记。我是啥？是阿凤送我一个呢，西装啊，个上新的皮，加你只。啊，你袂少麻烦。袂啦，以后我若换三只来，恁只换得好。什么袂呢？拜托，身份地位都拢无共款啊，对。你若唔惊麻烦，就好，无错。客气，客气，客气。佳丽，啊，无这麻烦呢，我来记。啊，对对对。欸以后我的名哦，莫叫我恩强还是啥，叫我中华的华华阿华。大姐，大姐呐，阿华。啥是阿华？恩强呢？恩强不是叫做青啊，当时改名。即马改。你们两个最近怪怪哦。我来找妞妞。阿华。堂弟妹，堂弟妹，光辉，我阿哩叫你无听着啦。哦，拄只伊声敢那单雷公，就是你休的哦。我敢会鬼哦？哎，你奇怪呢？啊，一人行路安尼戆神戆神，会去弄着病啦？啊，拄着你正拄好，我要报案。什么案？外遇。你咪你敢即马在外遇哦？
喂！演唱会啊啦！哈！演唱会啊喂！喂，笑到迄形敢袂看诶？哦，你咧他谁啊砍落？哎呦，歹势，我袂记咧警察。无紧啦，无紧啦，好朋友啦。演唱会啊喂，迄哪有可能啦？莫讲你唔信啦，我甲即妈妈阁蒙叉叉。照道理讲哦，有资格通外遇的，嘛是我，哪有他轮到伊？啊，对方是啥物人？伊的初恋情人。哎，这边有初恋情人哦。